一会儿梦琪过来，今天高兴上我们店来玩来了，然后我妹夫过来接的，让我给留下了，晚上一起在吃个饭也没啥事儿。完了现在咱去超市买点菜呗。行。哎呀，跑那么远打球啊。你俩也是一把一开球的呗，打远了。这买的东西车都装不下了。小李子回来了，这一家三口怎么在车里呢？不是咋的呀，屋里头热呀，咋的？我刚来，我看他俩在这儿呢，我就站着了。没电，屋里头没有空气吗？哎，小刘，你的袜挺白呀。我也能说。媳妇儿好啊，媳妇儿洗。都没有人去接我，一天天的。喊呢。小刘说了。你给邮费啊，你找红包啊，你也不给转就接你。没一个接我的，真的，我不吃了今天。正好你回来，那也该上课了，你俩这交接的太完美了。这好尴尬的笑啊。啊。你这好吗？嗯，这好吗？不接呀吗？在接李子这边。我管他呢。我就不走，小姨骗你呢，上车找我来了。李哥，天气这么好，怎么不骑车呢？接他吗？嗯呀，那咋的？车自行车跟这车都在单位放的？不对，进屋做饭去。我这玩意儿，这个好，我有一个梦，这猪肉哈、啊，就是找那五花三层的可少了。排骨肉，专门找成五花肉啊。不是它不厚，你发现不五花三层？排骨肉就厚嘛，把里头那个骨头剔掉了。嗯，但是。我是去的晚了，嗯，不到时。我刚才来，我刚才来在车里，嗯，高兴没在车里扣车轱辘了，扣车轱辘。嗯，我说那个大姐她俩，你说买菜去，嗯，那夜市也挺热闹啊，嗯，逛逛去。你想去？嗯，那一会儿咱们去，一会儿咱们去。上回老公给买的，买的，哎，是买的菜园的，菜园的，就是的，这得亏是菜园的，咋的？就是买的，他一定得可怜人家，买的，咋的？可怜吗？一看这个组合，我就知道半三圈儿，嗯，半个凉菜，感觉这菜好久没吃了啊。有黄瓜时候没圆葱，有圆葱时候没辣椒，就总是拌不上这三圈儿，两圈儿不能拌啊。俩圈也能办，是。把高压锅再炖辣。主要是咱就一个灶台，着急做别的菜呀。这小子着啥急呀？那家还没回来呢。俺们着急吃。不是，做好吃。对呀、啊。咋玩水不就为了吃吗？是不是啊，哥哥？是他，是他。哎呀，咱俩是不是朋友了？我是你大哥，我是你大哥，你是我小老弟，你这样对我，哎呀，哎，三个加起来不到三岁。怎么玩啊？你们三个加起来。好了，别吃。你俩几个猜呀？画个圈。真能猜呀！拜拜。后边啊。姐姐会，咱们以后也是个猜二代。猜啥呀？咱们猜蹦楼。
个颜色不错，豆豆子，花椰菇豆豆。老师没说。哇塞，这个带皮的是吗？嗯，这个都烂乎了。连眼镜没有，上饭。我把锅给你搬过去。给我整不会了，都不知道要干啥了。包凉菜，最后一个。拌三圈儿。来教你们咋拌啊，老简单。拌三圈儿就是切点黄瓜，切点圆葱，切点辣椒，然后放一点生抽或者海鲜酱油啊。然后呢，灵魂就是这个牛肉粉，咱家这牛肉粉速溶的，你就往里头放就行。提鲜嘛，这拌完之后。拌就可以了，搅拌均匀。嗯，什么盐呢、味精啊、鸡精啊、乱七糟全都不用加了，一个牛肉粉全解决。就这样拌就行了。然后你要是说想做升级的，你就搁点水萝卜，切点小菜椒，想喜欢吃香菜的再搁点香菜，就一样。完了料咱就多放点呗。那不叫三圈了。其实咋拌都行。嗯，咋拌都行。一拌它就融化了，这就入味了，老鲜了。就这道菜，咱们上酒吧、上啤酒屋都有的。点一盘20块钱。我这个切的不是说很好看啊，人圆葱或者搁毛葱切小圈可好看。其实是毛葱。嗯，咱们都圆葱。南方朋友都没有毛葱吗？对呀、啊。咱家牛肉粉的规格里边是5袋装的，但是有些朋友说一下买5袋怕吃不了，所以我们做了有1袋装的试吃，还有3袋装的。现在就等着那爷俩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开饭了。哎呀，这俩孩子玩这个花花呀！看我这个老乡，看我这喷头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快回来吃饭了，饿死了！饿了！我刘兄发话了，快吃饭，饿死了！早上化的，早上化那脱光了。从我做菜开始，他就在旁边嘴没闲着，吃饱了。所以大家可能看他吃的少啊，实际上人家提前都吃了。来，上桌吧，这怎么用的？看到家庭聚会了吗？啊男的上桌看美女的事儿，只能在旁边瞅，在家就这待着。我俩呢？我俩不能女。孩子也重要，对。媳妇就这。这个就规矩，那吃完那么多，直接饭往里边。那谁？嗯，他那饭往里边，你不能吃，搁这干。吃完剩下给他爸得呗。他能吃了，他能吃了，他吃不了你都吃的啊！嗯、我看你想不想点儿买的。刘兄好吃吗？好吃。那菜我做的。哪个？我做的。哪个？这个好吃的菜，能尝出来吗？大姐做20多的。我给你笑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像不敢多说话，因为他的仇我记了10年了，上回解开了，现在他不敢说话，他说你的事儿。你要说这个菜是你给你点的餐，他信。就这叶子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是啥。是啥？那叶子，香叶。没有。刚才我大姐听到了。小妹给我拿点香叶。没有。这个没有，是我没说。没说。我认识。你太能买给你媳妇了。你老是说菜不是我媳妇做的。你媳妇刷的锅，往锅里倒的。你媳妇又还得刷碗。哎我。是不是？你咋上去了？萌萌真厉害。他愿意吃肥的，没买着肥的，有点瘦。但是关键他吃。这桌上不买。他不胖。他不干不净。这菜是大了啊。又点评了。上一个点这么点评的人，我记得他10年熟，你知道吗？这同床共枕的还能记10年吗？这狠啊，萌萌！你干肥的呀？全是肥的呢，胖胖是吗？不是，光吃肥也不好啊，这点瘦的搭配一下吧。他进来的时候我就说他又胖了。今天给我打电话，我还告诉他没事了。哎，干呢？打给我打电话，打我接了，我喊两嗓子不说话，快点说啊，老傅吧，我打去，打错了。逗你玩呢呗。啊，没有，真打错了，真是打错了。那你不揍他？爸，你看他现在那肚子都比你大了，他超越你了。了嗯，170了。我要胖，我不是170。是吗？封顶了。封顶了。那肯定你就超了。150的时候你就说封顶。比我都沉了20多斤。你毕竟个在那儿呢。拌三圈是我姐夫的最爱。你说。捧着盆灶。
剩这两个我不吃了扔了怪可惜的，姐夫是不是在你撂块的前五秒告我一声，我先撂了。我一定让你提前告诉你。这个也没剩多点了。